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现在在东平临时过渡市场来取一件货。现在时间是2023年7月2日，现在是18:27。哎，这里有个八名小聚在哪里？知道？茶叶店。你好，八名小聚，到那个。有吗？啊？达达，你是哪里的？到那个华尔顿的。来这边，19号。哦，是这个是吗？对。哦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是吗？没有，再给我一个袋子吧。不会，我怕拎的会断线。你不是？我怕拎这一单吗？是啊，我只送这单，但是我怕拎的会断。不会啊。最好的，你放心。你放心，他也没有不能。我放心，我不放心啊！等一下弄到了我。你不是放箱子里面吗？我不是放箱子里面啊。你要挂着是吧？啊，是啊。嗯。再拿一个吧，再拿一个小袋子，塑料袋也可以吧？什么袋子都可以。拿一个垃圾袋。啊，是不是你就？道理一样的，你塑料袋更容易破，塑料袋破了不就是？两个一起拿，两个一起拿。啊，是直送的。看见他这个也是很，这是下雨，人家这样的。好，就这样，安全一点。啊。我现在要去华尔顿。我看一下啊，导航一下，高德地图导航一下。坐金丰园。在金丰园站坐车，金丰园站坐车，我们在金丰园站坐车吧，还是怎么样？行，那我们先出发吧。先去那个金丰园吧，先到金丰园门口，金丰园小区门口。
正好来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3年的7月2号，现在是下午的18:36。今天是周日，今天厦门最高温度是好像是32度，最低温度28度，26度，还是比较潮湿。今天早上还下雨了。那我本期视频呢，就要从坐50路公交车，我是从那个金丰源站上车的。大家也可以看到我骑自行车，然后骑到金丰源，然后车就来了。然后你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路线是这样子。我坐到前埔二里站，前埔二里站下车，前埔二里，然后再步行差不多1公里，953米，步行953米，我要到华尔顿。整体的路线就是这样子，走的是东浦路，然后东浦路，然后进入隧道，东浦隧道吧，然后到思明，就是与那个连前西路并行的，但是它是走的是隧道，然后思明人武部。我这辆车不经常坐。那总共的那个差不多乘坐是16分钟，挺快的。这个如果是挺快的，但是单次不是太多。
哦，这辆车呢，这辆电动车声音好大，一加马力的话。隧道就相对已经快一点，快很多。
名人舞步，这不知道什么步，失明人舞步还是失明人舞步，失明人舞步还是失明人舞步还是失明人舞步，这个部门不知道什么部，那武装部队吗？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，是文心西路。下次我应该坐到驾驶侧的那一堆，这边都是围墙啊，因为这里面是什么云顶那个至尊啊，就是云顶至尊小区啊。云顶至尊小区顶至尊会所，门照的挺好。再过去两侧应该就是那种相对于那种有点相对于那种那个什么，就是厦门航空的那种员工宿舍那种类型。文心西路，我们往东走，从西往东走。下一站是弘文七里。
有三站地，四分钟下，四分钟后下。我们到田浦二里，然后再步行。这个湖木啊，真的挺好。步行953米到瓦尔顿。好，我把墨迹天气给打开，看看现在温度是多少度。现在，其实没有小雨，现在没有小雨。正在更新。咋更新这么慢？今天最高温度32度，最低温度26度，它现在是写27度。27度，多云，更新完了。南风4级，湿度90%。下一站国贸新城站，国贸新城就是那个前埔 BRT。国贸新城，这个前埔 BRT。就是前埔到这边的，就是到终点的 BRT 就在这边终点。那我们下一站下，前埔二里站下。我下一站还没到。我们到前埔二里站了。然后我们步行，我看看附近好像没有那个自行车啊，只能步行。步行到华尔顿，差不多要961米。我们这条路呢是前埔东路。文化馆
思明厦门市思明区文化馆。啊，这要共享单车，骑共享单车，骑一辆共享单车。走嘛。往前走，我们先往前走，然后走路双向十路，双岗十路啊。再往前走一点，双向十路。这里是前埔东路。不好骑啊，一直打到腿。双向十路。是双向直路，是要左转了吗？还要往前走然后左转。双向十路，前方100米左转。方向十路，这条路我还没走过，100米左拐。左转。左转。这里有点上坡。前方远道
这里有点上坡，大气。还有一个减速带，哎呦我操，更不好骑，哎呀。还往前走，往前走，然后左拐到前浦村路，左拐。这里就有点城中岛内的城中村的那种感觉啊，就是这里就是岛内的相对前浦村嘛，岛内的前中村。前方200米左转，进入前浦300米要死，然后我再过这应该是菜市场吧，这搭起来的盆子很像菜，能城中村不是超市就是菜市场，不是菜市场就是一那个诊所，不是诊所就是药店。100米左转，前浦这条路我骑过，那天也是很晚才骑过来的。两边都是车，两边都停的都是车。应该是这里了。
看一下。嗯，12758楼。是做什么呀？是送餐，送餐，对，是的。12758号楼在哪里？这是58号。这是58号的。我特别请8号，不是58号，8号楼，就是这栋楼，12758。嗯，8号楼这栋。它这个有标识，挺好的。这是到底怎么走？走这里吧。那走这里。8号楼。名山户，这里面真的好热啊。骑坐50路公交车，坐50路公交车坐到前埔二里站，然后骑自行车到这里华尔顿这边。这是到一楼了，看看。这都到到一楼了。这里面好热啊。这里有地下4层。不要不要，他自己走。出来。这里。我刚刚是从哪个门进来的？我都忘了，应该从这边的，不是从这个门进来。然后到后面去。是。到这里。
然后我就从这里过去的嘛，你先出来。出去一下。华尔顿1275啊，我不知道什么叫1275啊，但是知道。本期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为止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现在是2023年7月2号，今天厦门的天气温度呢是最高温度32度，最低温度28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或想说的话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能做到尽量做到。啊，现在的时间是几点了？19:17，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这里是华尔顿1275。